小姐姐，给你个东西，你要吗？要干啥呀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想当你媳妇儿。就在一起。今天出门好像没有带现金，手机也没电了，要不没事，我有。站住站住啊，你想干嘛去？我去酒吧呀。酒驾就走了，没门儿。行了，走吧，去酒吧就得这么窜，知道吗？驾驶的硬行，走吧，快走吧，别着急回来啊。哥们儿，那母老虎走了，多带点酒啊，给我带俩。睡觉的时候，微商正在卖力的发广告。当你还没起床的时候，微商已经开始刷屏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微商从一开始没有钱，后来还被大家屏蔽的原因。哇！巴巴拉美利卡。特别不好，你能帮我唱首歌吗？